我在想应该是你，我在想对啊，因为我看你爸了。我等下去后面晃晃。OK 啊，那你等下再过来聊天了。你要搭到哪里？搭到树林。树林，我要搭到那松山。啊，因为太晚了，现在有点太晚。对，因为我家在树林。哎，老公，所以你家会游泳吗？有人在学游泳。以前有学过。也是。对，很快。就是现在会不会也会补刀？没关系，有机会可以。再说。啊？有机会可以补刀。有机会再说。那咱再过来过来聊，不一定知道。OK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，10月10号，罗东站，18:42从8:24、5:45次哦，今天哦，北回向靠树林，走，迎绿色信号要用900型区间快车，901送往区间快车，5:45次，谢谢各位安全站，拜拜。